铁丝从这里穿进去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前进按钮，一个后退按钮，一个调节器启动按钮，这是手动穿线。那么我们自动穿线的话，就直接按前进，它这里就会进来，穿过这里到这里，然后直接按启动，低速启动，它自己穿过去。水泵开关，然后这个头给它剪掉，这胶头，然后到这里给它线进这里。钻进这个孔，进去之后，线到那个孔之后，然后打快速，螺杆启动。那里按一下停机，那么等它切完最后一根，它会自动停下来。